学习华文参考系列量词。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学习量词。量词，量，量用于计量车，但是火车除外，例如一辆马车，一辆汽车，一辆自行车，一辆摩托车，一辆吊车，一辆三轮车。量词，列，列用于计量火车或排成横排的人，例如一列火车，一列游览车，一列队伍。量词，龙，龙用于用龙喂养的动物，例如一龙兔子，一龙小鸟，一龙鸡。龙用于用蒸笼蒸的食物，例如一龙馒头，三龙点心，一龙包子。量词，铝，铝用于细丝状的东西，例如缕缕炊烟，一缕白发。铝用于抽象事物，例如一缕茶香，一缕清香。谢谢观看。